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害怕吃不饱，明月妹妹随便找，一听减肥咱就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椒哥。最近有老有粉丝找我来说，辣椒哥新出的天涯明月刀特别火，你为啥不去玩一玩呢？啊，我玩的游戏太多了，根本玩不过来呀。本来我是拒绝的，但是因为来找我的粉丝实在是太多了，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是一款什么游戏。我还是一如既往的选择安装 QQ 曲，登上游戏后选择的是诗区输音。这游戏共有6个职业：舞剑的太白、卖伞的天翔、写毛笔字的神威、王者元歌版唐门、葫芦娃丐帮和吹箫的一花。大家肯定会好奇我会怎么选择呢？说实话，我只用了 0.01 秒就想到了答案。像我这么帅的男人，那果断必须吹箫。别问我为什么，问了就是云纹。此时需要默默地说一句，你个老娘脏死了。选好文派，点击右下角按钮，结果并没有进入游戏，而是进入到了逆列界面。这里面可以自己选择系统推荐的基础模型，也可以用玩家自己人脸生成的 DIY 模型。我自己找了一圈，发现了一个极品模型，颜值不低于任何一线男明星。值得一说的是，我在选择眼珠子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三勾玉写轮眼，这还用挑吗？我直接加入宇智波家族。发型选的是疾风剑豪同款。好了，捏脸完毕，是不是很帅？下面直接进入最后一步起名环节。令人尴尬的是，搞笑辣椒哥已经被人注册。此时我默默地拿出珍藏已久的限定 ID， 大家跟我一起大声地说出老屌真脏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